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仍在我心中，虽然没有他。现在是晚上时间的12点多了，我刚刚就听到前面啊，就狗一直在叫，然后突然有铁门，反正铁门关得很重的声音，把我吓一大跳，我以为是狗熊拍那个他的铁门。哇，这也不至于说狗熊泛滥啊，没那么严重啊。今晚又是无眠了。哦，你看那个前面那个镇子那边，他那个灯子也不怎么亮啊，荣布镇那边啊，路灯也很少很少啊，希望没事吧。刚刚这个河边啊，又突然有什么东西在过河的声音，我还以为又是狗熊了。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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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自己吓自己啊，继续剪视频吧。啊，太冷太冷了。哇，熊没来，狗来了，好几只。平安的度过了一晚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叶。今天是5月15号了，昨天晚上担心了一个晚上，那个灯啊，被我拿掉了。昨天晚上亮了一个晚上，反正是担心了一个晚上吧。一有什么动静，然后就立刻惊醒起来。这个帐篷里面雾气还是挺重的，然后外面全是那个露水啊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挺重的。哎呦，太阳刚刚出来吧？啊，等它再猛一点吧，你看全是这个水啊，露水啊，很重很重啊。哇，阳光明媚啊。说实话，这边晚上冷的话真的是冷啊，就是冷的有点顶不住那种感觉吧。我把我的那个衣服啊还有全部都盖在上面，然后勉强才刚刚好吧，勉强勉强。你看现在这个上面全是那个露水啊。哇，好了，我在帐篷里面先待一会儿吧，然后让那个太阳再猛烈一点。你看才刚刚出来，把这个外面的雾水啊给它消耗一点。起床了起床了，然后第一件事先把这个睡袋给晒一下，然后还有这个太阳能垫板啊，给它也晒一下。然后我发现啊，它这个不是露水啊，是那个霜啊，结冰碴子了。你看这个是霜啊，冰碴子，你看难怪会这么冷啊，等于睡在冰箱里面一样啊。还有这边也是啊，太阳应该化掉了一点，你看，幸好我把它盖起来了。其实啊，昨天晚上我不是被那个熊给吓得睡不着觉，而是被那个狗啊，这边有好几只狗，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，然后它一直叫，叫到凌晨的4-5点钟吧，一直在叫，一直在叫。我也觉得奇怪，它的那个主人它就不会被吵醒嘛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叫嘛。
牙膏也给冻住了，我好不容易给挤出来一点点啊，然后这个水也冻住了，不过还好，就是结了一点冰块，你看，透心凉啊，可想而知有多冷啊。好了，装备收拾完毕，10点多了，快要11点了，先去前面绒布镇上弄点吃的吧，然后再前往那个巴青县出发。县的绒布镇，这个镇子挺热闹的。哎，吃清蒸的也可以啊。你好，青椒肉丝盖浇饭有吗？有。来一份。好。牛肉的吧？牛肉。行，多少钱一份？20多。哎，好嘞好嘞。老板，我问一下，他这个地方他是有熊的吗？熊？对，是有熊的。嗯。哦。我昨天晚上住在那边，那个被冲坏的那个走路那边，我以为那个人是骗我的，真的有了。哦，青椒肉丝盖浇饭，牛肉版。现在来到他们这个农贸市场，好像还挺大的，你看。鸡腿有吗？有。能帮砍吗？小鸡腿。可以，这边。我看一下。哎呦！好，就那。对，就这个，这种来个。五个吧。好的。帮我砍一下啊。好。洋葱来一个。这个就是绒布镇的这个扶贫菜市场啊，其实都是一家一家的，每一家都是挺大的，你看。在这里买了点这个气罐啊，这种气罐它要10块钱一罐，哇塞，我就买了2罐，砸盘了。这回买的不多，这个鸡腿买多了，买了5个，应该4个就够了。又把它放在这个冰的里面，还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吧。这种小芒果要12块钱一斤，这么一点14块钱。今天啊，由于我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啊，顶多就睡了2个小时吧。然后刚刚开车的时候老是走神，先停下来喝罐续命的红牛。今天这个天啊，感觉不是特别的蓝啊，你看，云很多。
这里呢就是恰拉山垭口了啊，海拔是4472米，挺冷的，感觉像是在冰箱里面一样啊，四面全是那个山，哇，差一点又摔倒了。山上面全是那个白雪啊。我现在这个位置啊，距离索县县城啊就在前面，大概是还有3公里左右。然后我在这边发现一个好像是办公大楼一样，然后它这个门是锁了，有点可惜啊，有点像那个中铁十几局一样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吧。然后那边我看着有个监控，不过这边呢，你看楼上，它那个窗户全部都开着的，然后。这个里面我也看了一下，像是撤离掉了一样，你看里面很乱很乱，都是撤离掉的，应该是就是什么建筑公司之类的吧。这个他假如说他这个门没锁的话，那我就今天晚上住里面就最好了，又能防熊，对吧对吧。好了，帐篷已经搭好了，准备在这个地方做饭。风有点大起来了，它这个风也是一阵一阵的吧，也不是说特别大吧，
所以呢，我就拉了一个脚在那边，然后还垫了几块石头。等一下，如果再搭起来的话，我在这个位置再加点石头吧。我就垫了一点这个，目前问题不大。这个太阳一下子出来，一下子没有。今天啊，在那个荣布镇买了五个鸡腿吧，买多了，其实四个就足够了。然后今天弄一个黄焖鸡米饭吧，但是没有米饭，就只有黄焖鸡。好了，先将这个鸡肉给焯一下水吧。再来试一下这个新买的这个气罐，这种气罐见都没见过。好了，所有配菜都切好了，青椒、红椒，还有土豆，然后还有洋葱、姜和蒜，辅料啊。现在开始炒了黄焖鸡。来点油，多来点油。然后先加入这个洋葱，还有姜蒜。给它爆香，然后爆出香味后，加入这个鸡腿，然后再滋点料酒，火力不够，滋不起来。然后再加入这个土豆，还有青椒、红椒。然后呢，关键的来了，加入这个黄焖鸡酱。其实要这么多，我感觉两包应该也要的，但是我觉得省一点省一点啊。这个现在在西藏这边买一次不容易啊，要一个星期才能到啊。然后呢，再来一点酱油。然后再来点水。好了，盖上锅盖，等这个水收的差不多也就完成了。大蒜段，大蒜叶的话等差不多熟的时候可以加了。哎呦，又差一点，哎呀。
然后加入这个大蒜叶，差不多了。黄焖鸡米饭完成了啊！黄焖鸡米饭啊，开吃！先来尝一下这个鸡块啊，沾点汤汁，有米饭呢，真的是太好了。这一次煮的呀。比昨天那个要煮的要好吃很多很多了，因为它那个酱料包啊是调制好的，你就什么都不需要放，最多就放一点酱油吧。确实啊，感觉少了米饭，这个就感觉味道就不是特别理想了。加一点米饭，哇，这个再加一点汤汁，拿着呢。啊，这个喝了，我怕我晚上又睡不着了。我这边啊，现在距离纳曲的话就只有200多公里了。如果我稍微快一点的话，一天就到了。然后呢，我还有几个快递啊，寄到纳曲的。来人了。耶，这辆车标的飞。耶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考核没问题。当时觉得能够干的，这是也公事。这二十多分，他们你恐吓他，惹不到你，你看到？他干九六，在那。Hello， 兄弟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哪里的？浙江，你看。直播吗？哦。啊，没有直播，拍视频。记录一下这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骑了多久？骑了快3个月了吧？哎呦，就慢慢骑嘛。那财务是谁当时？这里以前是建筑公司好像啊。对。搬走了应该。嗯。他们没锁就好了，我都搬到里面。嗯。师傅，我问一下，这边有没有熊呢？晚上吗？哎哎。有。有啊。真的有吗？真的有啊。真的有。不是吹你的话，去年的话，这个上面有个村后啊，被上面就这个，啊不不，就那个也是就乱石头啊，那个被砸了。哦，熊拍了是吧？哦，拍了。好，那晚上还得小心点为好。小心一点为好。昨天就没睡，就因为熊没睡，在那个绒布镇那边。嗯。没睡。有熊吗？那边怕有熊，一个晚上担心的不行。那现在呢是晚上时间的7点多了，我呢锅碗瓢盆全部都洗漱完了，然后等一下就剪完视频的话再研究一下路线吧，不然这未来7天，我不可能又要把那个快递再转寄到其他地方吧，目前也没有其他办法吧，只能说岔开一下路吧，然后去其他地方玩几天，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可能差不多这7天吧，然后就只能这样了吧。好了，那么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明天见。如果有喜欢老叶视频的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吧，谢谢了。